收看本周的桃竹新闻，带您一同关心桃园和新竹的地方大小事。每年的6月15号是警察节，桃园市府也在日前举办了警察节庆祝活动，由市长张善政亲自表扬了86位模范警员以及13位资深的基优警察人员代表。他也向桃警团队及所有同仁表达感谢，表示桃警团队持续让桃园在各项治安表现中深获肯定，市府也会全力的支持警政业务，让桃园的治安越来越好。在表扬大会现场，由乐天女孩热舞拉开序幕，也象征为桃园远警同仁加油打气。每年的6月15号是警察节，市府提前举办庆祝活动，由市长张善政亲自表扬模范远警。远警同仁的辛苦自然不在话下，尤其近几个月来，不少受到全国瞩目的案件都跟桃园有关。从治安到交通，远警出勤压力大。张善政表示，市府会做警察同仁的强大后盾，从各方面给予支持。今天在大会上面，我们特别感激我们警察同仁过去很多很多年一直以来照顾桃园，让桃园变成一个安居的城市。尤其最近几个月破获了很多案子，不管是毒品也好，或是这个赌场也好，然后在路口呢也花了很多力气去照顾我们行人安全，这一项一样一样都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远警真的是我们所谓的人民保姆。今天从出席的贵宾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有各行各业的，有企业的，有各个大队，像民防大队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不止市政府，我们民众各界对于警察同仁的支持力道是非常明显，在这个警察节快要来的这个时节上面，特别特别为了他们辛劳，也希望他们未来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我们对他们工作上的支持，不管在这个精神上面，或是在这些投资上面，像这种科技办案等等投资上面，也会继续加大力道来支持他们的业务。在受表扬的远警中，中立分局的侦查组张克文是全桃园唯一当选全国模范警察的远警同仁。在他近几年的远警工作中，曾破获多起大型毒品案件，而去年6月，他也侦破了高铁桃园站前的23命杀人案，是近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经验。这件案比较特别点在于说，除了发案点在台湾嘛，但是不管是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其实他们都具有泰国籍的身份。那不只是台湾非常关注这件案子，包括泰国那边也是非常的关注，甚至泰国的媒体他们也是报道的非常大。三位涉嫌人呢，就是案发后就是先已经逃离台湾离境了。那我们台湾，但是我们在台湾这边还是掌握了市政，就是物证了。那泰国那边是掌握了人证，就是人犯那一边。那经过地检署，还有我们刑事局国际科，还有我们中立警方，跟泰国的地检署，还有泰国的警方一起合作侦破，那这个经验是非常难得，毕竟我们比较少办理这种跨国际的案件。作为人民口中的保姆，远警同仁的工作不分昼夜，时时刻刻待命，要为民众付出心力，确实值得更多人的肯定与掌声。记者林德操采访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日前到观音区参访了厨余回收再利用的机构虹桥环保科技公司，看到了虹桥仅花3.5小时就能够让厨余再利用变成有机肥料的技术。张善政肯定他们对环保产业的贡献，也努力将循环经济转变为在地易于接纳的产业，对桃园的永续发展也是一大助力。在每天民间产出的废弃物当中，厨余是占其中的大宗，而厨余回收利用也成为环保工作相当重要的一环。观音的虹桥科技就可以用独家专利技术，将回收厨余用3.5小时的时间来变成有机肥料，在处理的量与效率上都大大提升。环保局的清洁队的车子送进来以后，那么在我们的那个码头下来以后，我们用自动系统送上一板酒桶，
九种送进去，我们自动翻桶，翻桶完毕以后就是经过一段需要人工的捡拾区，那么这一段比较累，把所有的塑胶袋啦、不能用的金属品啊，甚至废物都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就送到这个粉碎，那粉碎就把骨头所有的粉碎、哦、然后把那个汁压出来变成有机营养液，剩下的干料就往去后面有一个脱水机螺旋脱水机以后就变成一个干粉状，那么再送到这后面液拌加上我们的酵素，那酵素出来就进反应炉两个钟头以后就变成有机肥料了。市长张山镇也来到现场参访，了解现场作业的环境与流程，他给予高度肯定，也提到厨余回收业给邻近居民的印象在过往都较为负面，但随着技术进步与观念转变，已经逐渐让在地更容易接纳，虹桥科技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桃园处理我们环保队收来的厨余，真的是在三小时之内就把这厨余发酵做成非常有可以再利用的，不管是营养液也好或是肥料也好，变成垃圾变黄金哈。我觉得桃园有这么一个非常杰出环保企业是我们桃园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骄傲。由厨余回收再利用生成的有机肥料对于农业生产给予许多助力，厂方也为了回馈在地，产生出来的有机肥料可以让观音当地农民免费取用，而这项技术也获得今年国家产业创新奖的肯定。最主要就是我们制造的方法跟我们运用的这个酵素，这些都是专利品，就是我们长期投入，我跟这个中研院跟中兴大学长期合作18年以后，那么这个提出了这样的商转的计划，而且也成功了。那么对，其实我们拿到的奖项最主要是对区域贡献，对桃园市哦，对这个厨余的处理，还有产生的肥料，对农业的促进发展，还有畜牧业的这个发展哦，到造成往区域的这个贡献，所以我才拿到这个。环保减碳是全世界趋势，让厨余变有机肥，不只让废弃物变黄金，在环境永续上也是大有贡献。记者林元松、林德操采访报道。最近韩国大田广域市率团来到了新竹市进行参访活动，获得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热情接待。这次韩方来新竹市参访，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进行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因为新竹市拥有科学园区，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地位，韩国大田广域市也是该国的科技之都，如果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对双方来说都会受惠。韩国大田广域市市长李庄宇最近率团来到新竹市进行参访的活动，并且受到了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热情接待。高虹安表示，新竹市跟大田广域市有很多共同之处，像是新竹以科学园区享誉全球，大田广域市也有国家级的大德科学园区，因此拥有相似的产业背景。这次新竹市政府也跟韩国的官方共同签下了 MOU 合作备忘录，希望分享智慧科技推动市政的经验，包含了我们同时都有科学园区，也同时都有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在我们新竹市跟大田市分别坐落，同时呢，我们在许多的一些市民的特性上也都非常的相似，好，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有幸可以签署这个科学技术合作交流的协议书，那也奠定了未来我们在跟韩国的大田市可以不管是在学术、在产业投资上，甚至可能在观光交流上都可以有更多深度的合作。这次可以跟新竹市签订合作备忘录，大田广域市市长李庄宇也表示非常的高兴，他除了期望双方可以在科技层面上相互分享各自的优点，一定可以让科技发展再次获得提升，未来也希望可以邀请新竹市政府团队前往韩国参访，到大田广域市了解产业发展。世界半导体产业研究方面，大田市和新竹市皆在全球中名列前茅。在城市发展方面，这两座城市的交流合作，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大田市有大德科学园区，而新竹市有许多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也有许多闻名世界的大学，而大田也有韩国科学技术院等享誉国际的大学。若新竹市和大田市合作交流，共同研究与产业投资，一定会为两座城市的发展产生极大效益。今日两座城市交流是个好的开始，未来也一定会有更密切的交流，我也会为此付出更多努力。大田广域市位在韩国的中部，是韩国第五大城市，人口多达了145万，境内拥有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院以及研究院。这次参访除了希望增加双方的彼此友谊之外，科学技术交流跟合作也成为双方最在意的交流重点。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宝山的绿竹笋评鉴结果出炉，由笋农黄瑞宏拔得头筹。喜爱吃竹笋的民众可别忘了挑弯矮胖短的外形来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一年一度的宝山绿竹笋评鉴日前在乡公所举办评鉴活动，由笋农黄瑞宏拔得头筹，糖度高达6.5。甜度非常的高，我们要选择的是弯矮肥短的这样的一个绿竹笋，插土层以及透水性良好，而且阳光充足的情况下，那加上我们的农民的技术的改良，而且他们用心的栽培，所以在整个宝山乡的这一个绿竹笋的培植上面，的技术是台湾居冠。由于今年雨水充足，宝山的竹笋产量正常，光是在新竹地区就销售了一空。目前产区约有90公顷，每公顷产量大约有7000到8000公斤左右。今年的销售总额也有1亿多元的销售成绩。竹笋可以说是很非常的珍贵了，那今年价钱非常高，喊到一公一斤大概都200块。因为我们宝山乡的竹笋哈，这几年在整个北区来讲，其实非常的受得好评啊，那基本上在新竹就卖光了。要如何挑好吃的宝山绿竹笋？总干事也来说明诀窍。啊，像有人会用指甲，其实不用，大概手摸一下就知道它够湿润，然后它白色，然后这个叫唾液也是白色，然后矮就是它不要说独长，不要独长，然后大概就短短的哦，肥就是这个地方。粗大才会有肉。宝山出产的竹笋口感鲜脆，堪称是绿竹笋中的保时捷。竹笋具有低卡高纤维，富含多种维生素，有益健康，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位在桃园区一所私立国中小毕业典礼特别不一样，这里的毕业生无论是9年级还是6年级，都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学校方面为了给毕业生有个难忘的毕业典礼，在规划上非常的用心，除了体验穿上学士服，还有拨穗仪式，让整个典礼庄重又温馨。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们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自信满满的走进会场。学校方面除了将国际教育落实扎根，在毕业典礼规划上也非常用心，就是要给毕业生一个难忘的毕典。在毕业典礼，跟其他学校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在典礼开始之前，由校长带领着我们的所有毕业班的老师以及同学们，那同学们更穿着了学士服，他们都有自己的代表颜色，那能够让同学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都能够感受到国际化的一种这个仪式。那么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子的，同学们是坐在楼下，那家长们是坐在楼上，那让家长们能够看到他们心爱的子弟在经过6年或者是3年的学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不论是学业，不论是他的人做人的品格，都能够有一个长足的进步。我们也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家长们，他们的子弟真的很棒。我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哈，真的能够终身学习，做自己人生未来的生命当中的设计师，或者是人生命运的掌舵者哈。我会告诉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要有目标，
因为目标就像一个磁铁会吸住他们，如果有目标这个磁铁，他们才会有那个动能，才会有那个热力，那才能够达到人生的目标。因为我会告诉他们啊，人生如果没有目标，会觉得说你自己好像一文不值一样，所以目标非常重要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挫折，没有关系，你可以多请教，然后多坚持，然后更重要是我会告诉他们要善用时间。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孩子哈，时间有时候他们觉得多到不晓得怎么浪费，不是多到怎么珍惜。我会告诉他们掌握时间，然后呢好好的终身学习，立定目标，就可以创造自己人生特有的定位跟价值，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亮。跟一般的毕业典礼形式不一样，这里的毕业生可以穿着学士袍，还有泼水仪式，让毕业生了解他们将迈入人生新的里程碑。在这边最大收获就是认识我那一些同学，谢谢他们在六年里面一直陪伴我。我觉得很舍不得，虽然我们班大部分同学还是直升上国中，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好朋友会去其他国中。毕业心情就蛮伤心的，因为要跟大家分开，很多人都要直升，然后没有要直升，反正就不会同个学校，就有点伤心。就是感觉就这样子，再回到就是国小毕业的时候啊，只是穿衣服不一样，同学不一样，可是就是都一样要离开这个校园。副市长王明俊也特别到场参加毕业典礼，告诉同学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也鼓励大家要保持虚怀若谷的精神。那在这边呢，首先恭喜大家今天毕业了，我们有四班国小的同学，有八班国中的同学，在今天学校的老师校长们为你们举办了这样一个隆重的毕业典礼，大家穿着跟其他平时跟其或者是其他学校都不一样的毕业的服装，这个服装其实代表一个庄严的意义，看起来有点特别，也是希望大家记得今天这个日子对大家人生很重要。不管你是从国小毕业还是从国中毕业都很重要。学校表示今年度中小学毕业典礼有四班国小八班国中的毕业班，他们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希望毕业生们要记住这个重要的日子，未来不管在求学或是就业阶段都要勇往直前，顺遂迈进。记者东玉飞桃园采访报道。为了落实银发安老政策，新竹市长高虹安近日拍板宣布，将扩大原住民朋友的福利。自112年起，重阳敬老的礼金下修请领的年龄，纳入了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预计约有370位的原民朋友可以受惠。新竹市重阳敬老礼金将下修请领年龄，只要是涉及在新竹市的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预计今年10月起将可以领到2000元的重阳敬老礼金。为了打造安心安养的新幸福城市，那落实银发安老的政策，所以新竹市政府将扩大原住民朋友的福利。从今年开始，重阳礼金下修请领的年纪，从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市民纳入，今年10月就可以领取，约有370名受惠。那我们市府会主动查调当年度10月1日前涉及新竹市的55到64岁的原住民，那民众不用申请。那民众如果接到我们的重阳贺卡后，可以主动联络我们社会处或是户籍所在地区公所，提供邮局或者是新竹市农会的账号。有提供账号的民众会在10月1号拨款，如果没有提供账号的，就会在11月底前请你干事转发。目前55至64岁原住民服务包含国民年金、原住民给付及原住民长者装置假牙补助。另外，市府针对原住民有急难救助需求时，可以申请急难救助，并补助原住民参加全民健康保险补助、原住民参加技术式技能检定合格奖励金及补助经济弱势原住民建构及修缮住宅。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新竹山爱心天使站自111年4月建站以来，迄今已经服务了96位三师长者，
为了感谢社会各界一年来的支持，华山也特别办理了建站周年感恩茶会暨开幕仪式，邀请了百岁人瑞亲自剪彩，祝福新竹三天使站周年生日快乐。华山基金会长期推动失能、失智、失依长者老人到宅服务。新竹三爱心天使站自111年四月建站以来，迄今也已经服务了96位三失长者。为了感谢各界一年来的支持，华山也特别办理新竹三站建站周年感恩茶会暨开幕仪式，要祝福新竹三天使站周年生日快乐。华山基金会在111年的四月的时候，在香山地区成立了新竹三站。那因为刚好去年适逢疫情期间，那我们没办法办一个公开的一个开幕的活动。那在今年满周年的时候，我们补办一个隆重的开幕仪式。那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关注到我们华山基金会在香山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的天使站，那关怀在地的弱势三失长者。现在适逢端午节期间，那华山基金会正推动112年端午爱老人动起来的公益企划。那我们现在在募集服务经费以及端午的关怀礼品，那希望善事社会大众发挥爱心支持爱老人，那每月1250照顾一位老宝贝。华山基金会秉持在地老化、社区互助、补不足的理念，免费提供三失老人到宅访视、原床泡澡、陪同就医、年节关怀等服务。目前全台已经成立了约400个爱心天使站，也邀请民众透过担任义工或捐款，持续支持基金会运作。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桃园市三级棒球队在学生棒球联赛各层级的赛事和八大选拔赛都拿下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市府特别办理了表扬活动，来感谢和勉励辛苦的教练、选手以及幕后支持的学校团队和家长。这次一共表扬了13校将近400名的选手、教练和师长。今年的学生三级棒球国家代表队选拔赛事中，桃园小将过关斩将，佳绩连连。龟山国校与新民国中分别拿下112年谢国成杯少棒以及青少棒冠军，双双取得代表权，将前往韩国参加2023年世界少棒联盟亚太区少棒锦标赛以及赤青少棒锦标赛，争取亚太区的代表权。这是要代表台湾去韩国比赛，然后最近的练球就是比较密集的训，然后明天就要出发了，有点紧张。有信心。而由新民国中、龟山国中、仁和国中、大园国中、光明国中和清溪国中等6校精英选手组成的桃园青少棒联盟，今年也荣获112年美国小马联盟全国青少棒锦标赛的冠军。在取得代表权后，将在6月底前往日本千叶挑战美国小马联盟小马及亚太区青少棒锦标赛赛事。国内有三级棒球各种比赛，一共有8项。我们桃园囊括了4项的冠军，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那么，所以刚才颁奖牌奖金给他们当做鼓励以外，另外也授旗，因为接下来有的要到韩国，有的要到日本，参加国际性的比赛，我们寄望他们能够得到佳绩，继续能够得到亚洲区的代表权，到美国去再继续比赛。桃园，我们有棒球是我们桃园最骄傲的运动，在这边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我们桃园的棒球能够被世界看到。桃园青棒联队只是以平镇高中联合北科复工的选手组成，荣获112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冠军，取得 U18 世界杯青棒锦标赛中的中华队主训权。赛后召开选训会议，选出 U18 世界杯青棒赛中华队36人培训名单，总教练由平镇高中棒球队总教练吴伯宏担任，预计在19号开始展开集训。培训队将在9场的蓝白对抗赛后选出最终的24人名单，这次要全力将冠军奖杯留在台湾。第一阶段我们先选出36位全国的精英的选手嘛，在第一阶段的集训当中会维持1个礼拜的训练完，会
打出安排九场的蓝白对抗赛，再来再选出24位的培训选手啊，最后名单会再挑出20位的正选名单啊。可是在这当中，当然我们会以全国最好的精英的选手来组成最好的就是中华队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36位当中，技术方面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要要求他们的是在场上的态度的问题。如果态度有办法拿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拿出他们原本最好的那个能力跟实力，在场上做训练也好，做比赛也好，对，所以我认为态度会比较要求他们这样子。对，师傅表示，建制完善的三级衔接制度，让热爱棒球的选手们能有发挥所长的舞台，期待桃园的三级棒球发展更加卓越，也勉励选手们能持续加油精进，再创佳绩，继续为桃园争光。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感谢您今天的收看，祝您阖家平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